那几个人发现了圣水的秘密，他们往商业街的方向去了。方向来找我们。得，我们几个先去抓他们。15分钟后，大部队的人就会过来支援我们，到时候他们就会无路可逃。只有15分钟了，快点，快点！你找到工具箱了吗？找到。走，六角扳手哈。对啊。 问题是这个班主只有一个吧？应该，他说不一样，我母不一样，所以你那只有这一个东西吗？只有这一个，你看有那好像还有别的工具箱。哦，等一下，还有5110，它有对应的频率，要找路由器，路由器在哪？那怎么办？咱赶紧啊！分配点，分配点。安琪，安琪，你游戏厅。没毛病。黄子，你快餐店。好，快餐。我锁店吧。那我手机店。你手机店。情况啊。 快去吧，快去！快快快快！该确定地方去哪？通过这个什么来？对讲，对讲。这玩意儿能管上不？哎呦我的妈！啊！这儿路由器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一个路由器。 弟兄们，好好搜一搜，他们来了，就在这街上搜，他们来了。弟兄们，好好搜一搜，就在这街上搜。哎，我找到一个路由器了，5630的，这个是什么？一字刀，一字刀，一字刀拿着别的东西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完了，我这不必被抓吗？我这地方都没地方藏啊。 出来！大哥，别躲了，我们知道你们进来了，你们是逃不掉的。出来！拿个这个，这个就可以解开。 太软了，这个不行。哦，这儿有个路由器，这儿有一个。哦，对对，这个应该是就是这个的。你拿着，你先拿着。火速狠鹰城找到两个路由器了，现在插一字螺丝刀。这店铺的门怎么都是开着的？弟兄们，分开仔细搜一搜。好，大哥。 大哥，我去餐厅。快快快！哎，哎，这还有两个水桶，大家带水桶。我也来一个。来，不是咱三个水，不是有病吧？咱仨。来了吗？来了吗？人呢？大哥，我去餐厅。哦，来人了，来人了！快快快！哎。 真的？嗯。
하지 않아. 하지 않아. 快出来吧！我们知道你们藏在里边。我明明听到这里有动静，他们肯定就在这儿。别藏了，快出来！别藏了，快出来！锁着呢，里面肯定有人。快出来吧！好，别让我抓住你！ 兄弟们，我们去餐厅喝口水。都来餐厅集合。 这地儿太显眼，等抓到他们，有他们后果的事。哎，哎，哎。